范青，多吃点肉，你看你瘦了一个猴一样。我才不是猴呢，我是老虎。你哪里像老虎了？因为我是我妈生的呀。那是你妈生的就是老虎了？对呀，你不经常说的吗？我妈是母老虎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以后花钱也节约一点，别这样大手大脚的。我知道了妈，我已经够节约的了。我身上这件衣服都穿了两年了，都没换过。奶奶，我比爸爸更节俭，我这个爸爸都快喊了十年了，都没换过。范青今天考了多少分啊？你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问考了多少分，排名第几啊？可是我还不能问了。那我不是还为了你好？为我好？你血压这么高，问完以后嘎一下你过去了，怎么办？你走了。不要我们梁三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以后不许问我这种问题。嗯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说我是捡来的？嗯。那你在哪捡的我？具体在哪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就在那个路边上。不是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奶奶问问。奶奶啊，我爸说我是捡来的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真的瞎说了，骗你的。我就知道我不是捡来的，那是我捡的，我从路边大石头上捡来的。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是野生的。不是，儿子，你是我们亲生的，你听我说，我逗你呢，真是。妈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天天什么都不干，死死的，天天的。爸，你又怎么了？儿子，你说。两个人的家我也上了一天班，为什么回来就得我做饭，我洗衣服，我洗碗，你妈什么都不干，就在那看电视。太难了。你说我妈有的比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妈有个好老公啊。是不是？嗯，确实是啊。有人赶紧去洗衣服吧。嗯，哎呦我的妈。我听我妈说你想三胎啊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我爸他跟我分家产。我也没有家产啊。你也知道你没有家产，你没有家产，你想三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就连你的零花钱都是用我的压岁钱。一听见我上学就够累了，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行出来玩能把我妈弄丢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找吧。他一天天的像个空心菜一样，那心比什么都大。他心大，看你就像个洋葱一样，谁看到你的心，必须得一层一层扒，扒到最后才发现你没长心。你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次我考试考不好，全怪你。你考试考不好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晚上我让你在我书包里放明水。我没放吗？我给你放那么大一桶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找吗？那么大一桶能看不见吗？是，你放了。玻璃水。玻璃水。我吃了你也有别人，我看就这一桶水我就给你放里了呀。怎么的？汽车呀，多喝玻璃水，换桶油呗。我考试不会的时候我喝一口还能给我加加油呗。你笑啥也不是。哎呦我的妈。站住。别人放学早都回家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？天都快黑了。那不都怪你、啊、那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同学说谁把长得丑，谁把没本事，谁就先走。那我能走？有人。嗯，确实不能走。我就觉得我爸长得帅，我就觉得我爸有本事。嗯。他们全都走了，我最后一个走了。饭做好没有？嗯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孩子，快来看，流星。怎了怎了？爸，快学。长大我儿子得给我送到养老院，以后别再怼我了。奶奶，马上开学了，我不想上学。哟，不上学不行哈，一定要上学啊！哎呀，你看你也真是的，那孩子不想上学就不上呗，你非得逼他干嘛呀？我爸不是给我留个传家宝吗？那不也照样能吃饭吗？到时候我传给他。爸，传家宝呢？传家宝啊，啊，脚底就是啊。哦，这一片都是你爷爷留给我的，以后我就传给你了，把花生拔了吧。
是上学好还是干这个好？上学好。上学好啊。嗯。你上学是给你自己上的，你现在不上学，你长大以后，你什么你都干不了，知道吧？以后有可能连地你都种不了，以后地都是大学生研究出来的，全机械化，知道了吧？我明天先回老家。你回老家干什么？回老家去看看吗？看看，不是我说你两句吗？说你做饭不好吃吗？你就要回老家吗？你想回明天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。你现在来做饭不好吃，你自己怎么不做呢？我来送到我家来，大人包小人包的，和爷爷分开，他容易吗？自从奶奶来到这以后，由他是主人吧，他说话又不算，由他是客人吧，他什么都得干。由他保姆吧，他一分钱不赚，还嫌他这嫌他那。走，奶奶，让自己做。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跟你小孩子什么关系啊？那你怎么对奶奶说话的？我，你现在怎么对奶奶，然后我就怎么对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都老了，希望奶奶能相爱着。嗯，这什么呀？最近年快到了，送你的礼物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很漂亮。哪来的钱呢？我的压岁钱让我妈买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你别笑。没事，你说吧，我今天高兴。那我晚上能不能跟我妈睡啊？不行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能跟你妈睡呢？那你比我还大呢，你怎么跟我妈睡呢？我们是结了婚的，有结婚证的，必须得睡在一起，知道不？就算我们百年以后去世了，还得埋在一起。如果你不带我睡的话，到时候我就不把你们埋在一起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妈都被气走这么多天了，你还不去接她？不去，你上好你的学就行了。你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当初说好的包容呢？你发过的誓言呢？你全忘了？什么玩意全忘了？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就没有关系了？你是不是心里在想，人也到手了，孩子也有了？你说什么再也不会走了，是不是？你别笑。渣男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孩子。啊？这几天我出差了，你在家。第一，不许玩手机；第二，把作业做好；第三，晚上早点睡觉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说完没有？说完了。说完我说，第一，不许和别的人说话。第二，不许抽烟。第三，不许喝酒，因为你开车了。咋的？现在你就开始管我了啊？你不要对我喊，长君交战，不斩来时。这是我妈让我说的。有人。你妈让你说的？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大点声。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